和主播带你来关心金钟五九的红毯现场，目前其实已经进行到了尾声。那就在刚刚呢，柯震东也抵达现场，他今年是以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入围迷你剧集最佳男配角，今天穿着一身卡其色西装和徐伟宁一起出场，现场粉丝也是尖叫声连连。那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画面，其实蛮有兴趣。徐伟宁和柯震东，徐伟宁呢，以去年《他的和他的他》获得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，今年又以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再度入围。而曾经获得台北电影奖影帝的柯震东，凭借着精确的情感掌控与之，那柯震东今年呢更受邀担任颁奖人，刚好颁发的奖项又有多位同剧演员，典礼一定会相当精彩。另外呢，还有迷你剧集女主角奖入围的林依晨跟徐伟宁，今年是以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双双入围，从剧中呢站到剧外，今年是说有希望会开出双蛋黄。那带你们来关心，稍早以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入围的双帅曾敬华和彭千佑也有来到现场。彭千佑这次入围了最佳男配角。那其实今年的金钟五九呢亮点满满，那待会7点典礼就即将要开始了。那以上是目前现场为你掌握到最新情况，把时间镜头交还彭内。